啉酒醉哦，就是安尼啦。洗一下身躯，啉一下烧茶啊，规人就感觉轻松快活起来。啊，有较清醒无？我刚才问你一个问题啊。一般的人若是看到别人落座的时阵，拢嘛是闪眼远远远来。啊，不过你煞出笑甲我斗相共。若是讲你无别个企图，我真正唔相信。那安尼废话都莫阁讲啊！你的目的到底是啥？敢是想要利用我去对付阮妈？讲话啊，无需要安尼气压呀。我只是看袂惯是啊。落座的人是安那倒来，互当作是过街的鸟鼠共款，通人嫌嘛。你应该嘛知影我过去啊，捌凄惨都撇过。一种予人看到的嫌，予鬼看到的惊的代志，迄日子我拢捌经历过。所以即摆心情啊，我直接有当体会。而且我亲手甲你救者，对我来讲嘛无甚物损失啦。别个点么假好人啊！安杰拢已经讲啊，你伫记者会的时阵，一直甲你杜光亮伫塞白尾，敢讲毋是你派人去酒店甲我偷录影？然后伫记者会，甲你杜光亮联手来甲我创空的。唉，无啦，我甲伊赛马部的主要是我甲伊合作造证计划。我希望伊能看伫生理的份上，唔通再尔冲动。像知影，伊同款安尼气噗噗，伊个结拜大了，根本都无伊法啦，佫较免讲是我。唉，准你有聊聊啦。你若真正遮尔好心啊！人哦，都袂只讲到你啊，全部拢是歹听话啦。嘴舌伫个人个面顶悬，人要安怎讲，我阁无法度阻挡啊。而且罗家每一个人啊，拢已经甲我点油做记号啊。我了叮当一个哦，因都袂输啊，看一个影就生一个囝同款的。我若真正要甲你创空啊，我阁无需要阁甲你斗相共。我就直接徛在边仔看，看人甲你拍甲拍落来，安唔就好啊？好啦，我无想要甲你烧钱啊。多谢你的温泉，还佫烧茶。我甲三妹妹就要来走，慢慢甲你交流吼。其实严格讲起来，你确实是有值得我利用的所在啊。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世界就是安尼啦，你讲老实话啊，无人相信。啊，搁别人咧讲白话的时阵，却颠倒变作是真理啊。你面对这种无公平的对待，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在人怕，在人骂。啊，搁恁厝的人啊，却伫边仔咧看好伊，甚至惊受着你的拖累。而且我听讲啊，这场记者会是王文金咧操盘。罗家应该是看到这个局势对因有利，想要坐你的顺风车。我社会大众知影讲啊，因是真重义气，会听家己厝内底的人，纯粹甲因永兴集团的形象有关。所以讲较白，你只是替人扛起工具尔。你即马是咧使人我甲罗家的感情，想要利用我去打击罗家？罗家的人即马咧对待你。你认为我感觉有需要杀人？你的记者会在因的地头举办，结果办到因面子拢下了了。即马罗家的人啥物都袂赴啊，甚至希望离你愈远愈好啊。我若真正要利用你哦，我直接去找迄罗安琪还是罗家峰就好啊。我若需要拍一大脸，来利用你这个完全无受重视的囝婿。我看中的是你的才情啊，所以进前你在做波顿高中校长的时阵，我都赞助大笔的资金，我已经摕到校董的席次。我即马绝对有迄个权力，我你登去恢复校长这个职位。你要帮助我恢复校长的职位。